兄弟们吃饭了，今天做的是罗非焖青菜。游钓广东的第53天，今天来到东江博罗段横坑水闸，昨天在这里钓到乌头了。听当地钓友介绍，这个乌头大部分已经回游大海，只剩下小部分的，看看今天能不能再钓得到。游就坐这里吧，这里有个钓台，反正他这里等下都要移动的，他讲我就退，他退我就前进。趁现在钓友还不多，先打个窝，先打窝，先诱鱼，先中鱼，走你！魏大师又过来喂鱼了。钓鱼不打窝，钓的也不多，水还会一直涨的。我们要这样打窝，打一条线，等一下它会上来吃的。今天还是用我们的鲮鱼先生做钓，抖一抖，摇一摇。沙又倒出来，加入150克长江水，搅拌，再加一包鲮鱼开头粉，搅拌静置10分钟。今天用3米9罗非杆6.5H 看看能不能飞科那个乌头，飞科。先煮的话是2:1，火料打油一下，搅拌成团，挤压空气，看一下出汁效果。非常饱满，拉了，揪你，开始喂鱼。窝里面好多鱼，赶紧把相机架好，我要晾干了。中鱼，切了。还行啊，100%是切的啊，第二杆就切了。还是上大的钩吧，现在换大钩，换大2号，拉饵，我就不相信还会切，来吧，再吃。罗非罗非，大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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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退，脱钩了，脱钩了。你们都说东江的罗非很难钓，我天天都钓到，很好钓啊。大飞进去吧，你好烦啊，这个水一直涨一直涨，还是搬吧，搬到这上面，后面就是草了。最高水位，中鱼。雨停了，我们去做饭吃，要不然等一下又下雨了。抓一条大罗非来吃。海参菜。好，带什么菜？
兄弟们吃饭了，今天做的是罗非焖青菜，真香，赶紧吃，屋头还在等着我们。我去，吃个饭回来水退了这么多，看一下鱼，好像又要下雨了，下午不掉了，你看天那么黑，走吧，收工了，收工了。